和往常一样，开车的这天，百货公司营业前半小时，太平洋搜狗的服务人员早就开始准备迎宾工作。寒风吹进大门，他们的热情笑容丝毫不减。大白，欢迎光临。我们太平洋搜狗百货的每位新进人员，在加入太平洋搜狗百货之后，都会有安排一系列完整的训练课程，从一开始的新进教育，在接下来会依照每一个同仁他在他的工作岗位上面的专业，还有部门的专业，还有他的职位，都会针对他的这三种不同的领域上面会做一个完整的规划，所以在同仁们在搜狗百货里面都能够有适才适所的一个训练培养。公司的企业文化致力在推行关怀分享、永续家园、优质生活、文化创新这四大的精神，在借由太平洋搜狗百货每一位服务人员在现场执行服务客人的同时，会将这个四大精神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公司的基本座右铭，微笑、活泼、敏捷，在服务顾客的时候将它实际的付诸在他的行动上面。当然耐心跟亲切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每个客人在接触我们的服务人员的时候，都能够去感受到同仁们的微笑，还有他的一个亲切度。提到服务，太平洋搜狗百货多年来早已立下了高标准，消费族群囊括各个年龄层，其实卖的不光是硬体及商品，更是傲人的员工素质。其实百货行业在每一个消费者心目当中，或者是想要求职者的心目当中，会有一个会觉得说，哎，百货公司每天都穿得漂漂亮亮的，然后每天会看到很新鲜很新的流行的商品。事实上只要正式加入百货行业的服务人员，他才会发现说，哇，原来是这么的辛苦。那百货行业其实里面光鲜亮丽其实不尽然，其实是每一个同仁他必须要去了解公司的企业文化，百货的服务设施位在哪里，洗手间在哪里，然后可以办 Happy Go 卡在哪里，这些所有的服务项目每个同仁都清楚跟了解，才有办法随机很机动性的来服务客人。给客人很重要的是要正确引导，百货公司有很多很多的品牌一直在流行跟汰换，所以在人员如果想要长期发展在百货行业的时候，其实你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，还有要跟着百货行业的流行资讯跟着走，所以知道的不一定只有所在自己百货里面的品牌业种，你可能必须要去走走看看其他现在在流行什么，现在的趋势是什么，能够再为公司带来一些什么新的资源跟课程，这些都是一起跟着公司努力的方向。所以一般民众对百货公司是这么的光鲜亮丽，其实需要做一些基本的功课，对想要加入百货产业的朋友会比较能够有一些心理准备。或许这就是品牌形象，不光是每一个地区的地标，更成了都市居民的依靠。太平洋搜狗百货重视每一位踏进来顾客的权益，人员应对礼仪的作业制度规划流程始终被称赞，也是华人地区最具代表性消费指标的业者。对太平洋搜狗而言，这项努力似乎没有停点。落实第一线的服务精神，难度真的不小，因为都藏在细节中。从专柜的委外人员，甚至保全警卫，都能够接收到公司的精神，将了解顾客的需求放在优先，及时解决，体贴服务，用发自内心的笑容，永远擦亮台湾服务业的精致文化。